说高登山上，你老孙那个身穿那头几千层，若问老孙的年高迈，雄起的黄河九丈青，五百年前青一凳，那个一共四千五百灯，老孙更有八个徒弟，是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名叫青头愣，这个二徒名叫冷头青，三徒名叫僧三点，这个四徒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名叫崩不了霸，这个六徒名叫霸不了崩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这个八徒名叫化随风，青头愣会打青，这个愣头青啊会撞钟，僧三点儿会吹管，这个点三僧啊会捧声，崩不了霸会打滚，这个霸不了崩啊会念经，风随化他会扫地，这个化随风他会点灯，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是想要换来慢不能，老师傅一见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徒弟要挨打，从外来了五位元幽僧，们共送僧人十三代，一起来后院数玲珑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进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佛一口清，这个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机灵整四两，那个风儿一刮早刮愣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佛三口清，这个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机灵十二两。